每一个在这里的人。
要叫每个人都能够是积极来敬拜赞美我们神。Thank you.
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依靠。
你的心还在乎我。
的尊主里面。所以父王，我们在你宝座前，我们真的明白主的恩典何等的浩大，我们得来有你，但是耶稣你付了极大的代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把主的恩典当成理所当然，若不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，今天我们还走在这个死亡的边缘，走在罪恶捆绑的道路。所以好不好，这时候你自己来重新的告诉主，我要愿意转身，我愿意更加的来委身我自己，我愿意把生命完全献给你。我在哪里过分了，而是我有意无意有隐藏的罪，我不造就自己的不荣耀神，我们愿意自己谦卑的认罪，愿意告诉主帮助我彻底的改变他们，你就能力得胜这情。好吧，自己开口的祷告，是的，耶稣，谢谢。你是无疑有罪有无罪的神，所以你为我们的罪付了极大的代价。我要更加的认真，不以罪恶妥协，靠着主你的恩典，我要活出你的圣洁，活出神你的慈爱，你的公义，你的正直。因为当我领受这饼和杯，就是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人。我刚才已经愿意谦卑承认我的过犯，谢谢你赦免我，让我得胜眼目情义，肉体情义，今生的求王，我再次将自己委身给你，成为你的活祭。活着就是要来荣耀你，见证你，成为你祝福的管道，荣神益民。求圣灵充满我，让我从心里面饶恕一切得罪我的人，饶恕我自己。感谢主耶稣，赐给我清洁正直的心，恢复我与你的美好关系，引导我这走这永生的道路，不要偏左，不要偏右，让我能够一心一意的跟随你，侍奉你。在我任何岗位里面都能够走在你的旨意，荣耀你。谢谢耶稣，谢谢爱我的天父，谢谢主圣灵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不好，一起领受这饼。
起手中杯，这杯里面葡萄汁代表着耶稣的约，新的约。永远要记得，这个约不被任何人夺走、破坏，因为这不是人立的约，是耶稣的约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藏在主耶稣基督的爱仰望跟随侍奉，谢谢耶稣的爱。好不好，带着一个感恩的心领受这杯。请你慢慢站起来，我可以将你们招待同工，举起我的手，敞开你的心。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赦免，我的罪你充满赞美。何等恩典，耶稣，何等恩典。
也亲吻你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，永远都不撇弃我们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在任何的情况里面，就是要抬起头仰望，因为你要使我们再次的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天。你使我们心里坚固，你使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所有拦阻的都要一一的退去，我们所有软弱都要刚强起来。圣灵的大能充满我们，充满你的教会，充满着每一个全地的众教会，使到你的教会在这末后日子能够完成你的托付，在每一个岗位里面为你发光作用，将福音传遍这世界的每个角落。谢谢你主，这是你给我们的生命，感谢主。把一下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，亲爱的主圣灵，谢谢你在我们当中，借着你使你卑微的这个生命所分享出来你的话语，大大的赐福充满更新每一个灵，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领受你的话，让我们带着一个愿意改变的心领受你的话，让我们带着一个对你的敬畏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好使今天的话要带来极大的翻转在你身上。谢谢主，把一下时间恭敬交托，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我祷告。